第七题，杰伦直接挖了一块餐桌上吃剩鸡的身体组织，发现是某种有机聚合物。经过实验分解后，性质如右图。试问下列哪种聚合物与鸡翅组织类似？我们晓得它的结果是组成单体是氨基酸，成分是碳氢氧氮硫。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单体，蛋白质的成分是碳氢氧氮硫，所以这个。 组织呢，应该就是蛋白质。第七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哪种聚合物与鸡此组织类似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蛋白质。